到了，至少可以买可乐喝了，干一天就可以挣多好多天的可乐钱。这个深度啊，必须要有30厘米。30厘米。我们两个可以换着玩。不是，到边还可以挖了，到边还可以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现在四肢无力，让我挖水里去。真的是要命了！吊杆也插在底下，不怕脏吗？我才水洗，四肢无力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好后悔，刚刚睡了觉。只要能买可乐，再累我也干了。我行进了几厘米啊？又进沙子了，我现在才出多少啊？怎么样？腰快断掉了。你握的还不够深哦。啊？这个握的还不够深哦。你开头就是这样挖的啊？我开头我这里是必须高嘛，这有30公分了。你从你这里开始就没有30公分了。好吧。这个深度，拿着这个哇。啊？深度要有这么深，知道吗？要这么深，可以吧？可以了。30厘米，他数学没学好吧？真的是数学没学好，这个老板。好像他的30厘米太长了吧，然后我就自己定义了30厘米，我自己很清楚那是30厘米。